好，我们吃了喝了了啊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实健身的方式，也可以达到排毒的好方法。马上进入我们最后一个环节，生命之源。欢迎来到我们的生命之源。其实呢，要想身体健康呢，就要多做运动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身体排毒，当然呢，我们也请到了著名瑜伽老师王源老师来到现场，欢迎来教我们一套排毒的瑜伽操，有请王源老师。那我们首先先把我们的双腿自然的打开。那今天分享给大家的第一个姿势，我们称它为战斗式，让我们的一侧的脚趾，也就是我们。